tudo.手捡果子了，你再看我做一遍，记住，咱们刺猬是用刺去背果子的。来，试一下。哎，妈妈，是这样吗？瞧，这办法多灵巧。果子，好。不行，它长得太高了，妈妈够不着。你跳起来用手一摘，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又忘了？刺猬从来不用手摘果子，是用刺去背的。就这一次行吗？不行，快走吧。哎，妈妈，为什么不行呢？为什么？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。你妈妈就是这样教的？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这样教的。嘿嘿嘿。果子真甜，你是怎么弄来的？嘿嘿，我用手这么一摘就下来了。真是用手摘下来的吗？啊！哎，还不赶快把大果子扔了！我不嘛，快扔掉！哎呀，哎！你们娘俩在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在教孩子摘大果子呢。哦，这果子不算大，小刺猬，前面还有更大的呢。哦，妈妈快走啊。是大西瓜吧？哦，大西瓜，我要吃大西瓜。你等着，妈妈把它背回去。这么大也能背呀？嗨，没问题。孩子，你看着。
好。孩子，快来帮帮忙吧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哎，哎，啊，哎，哦，哦，哎，啊，哎，啊，啊。出事儿了，大家快来帮忙啊，快来帮忙啊。小刺猬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我妈妈给大西瓜吃掉了，快把刺猬妈妈救出来吧！哦，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是这个大西瓜害苦了我，都怪你嘛，非要用刺来背。你呀，哎，这么大的西瓜，靠背怎么行呢？嗯，是不行。这西瓜咱们不吃了，孩子，走，回家去。哎。办法，我妈可没教过我。喂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啊，快追上去吧！哎。